사랑을 했다 우리가 만나 지우지 못할 추억이 됐다 볼만한 멜로드라마 괜찮은 결말 그거면 됐다 널 사랑했다 到房间了，小小的房间，这里是厕所，有大镜子。哎，它厕所是干湿分离耶，好棒哦！然后有洗衣机，煮饭的，这是防滑垫吗？这里是冰箱。小小的两张床，还有一个，我觉得这个饭桌超可爱的。我们现在在烦恼要怎么把四个大行李箱放在这个房间里呢？为什么半夜要喝咖啡？你要录这个？好可爱哦！你看，好可爱哦！是喝韩国的烧酒。人家脸皱在一起。这真的闻起来是酒精味哎！超臭！快点！如何？就没有味道啊？没有味道。还是那自来水有点多，这没什么味道，还是我喝太少。可是我现在你再喝一口，烧烧的，对啊，它就超烧，不会有酒精的味道吗？有，喝大口一点就有了。我在看，张勋喝喝看，远一点啦。在干啥？哈哈哈哈哈！大家来观赏哦。来喽，要搓油了。一二三，好酷啊！为什么会这样啊？好酷哦！为什么会这样？再搓还有吗？应该就没有。来喝喝看，再搓搓看，还有没有？我们住在15楼，每次都要等好久。现在是第二天早上，我们要去梨大，然后我们早上要先去吃 Isaac， 肚子好饿。而且听说今天是韩国最冷的一天，现在才9，现在9点，然后-7度，耶！韩国地铁站的地下街都好早就开了，现在才早上9点多而已。我们在梨花女大，怎么有学校每个角落都这么美呀？好想转学哦！这里也是。韩国只要有太阳的地方就会比较温暖，然后没有太阳就会很冷，有风就会更冷。像我觉得今天太阳蛮大的，就蛮舒服的。
韩国的阳光怎么拍都很漂亮。零死角，嘿，还好啦，衣服多到腰包，多到腰包扣不起，艰辛哦，我衣服多到腰包扣不起来，腰包塞不进来。那你就不要扣啊，干嘛扣？会冷啊、哦。好，保暖措施很足够。梨大的商店里面有卖电卷棒，哎，好酷哦！这是梨子夹，18000，还有这个保湿手套，好酷哦！哎，还有脚的诶。有脚的跟手的，好酷哦！Robin 冰淇淋的 ATM， 好酷哦！现在在梨大商圈，我觉得这里也好危险哦，随时都会花很多很多的钱，好恐怖哦！对你来说很危险，而且这里的东西都比宏大便宜，棒是吗？好像有，大概吧，好似差不多，好可怕。竟然在韩国遇到彩彩，好可爱。我想去直接看夜景。现在是-3°，我们在明洞，我们要走上南山塔。很多人都是什么搭公车啊，搭缆车啊，我们就要走上去，好开心哦，好爽哦，看看我们会不会先人死在南山公园，好开心哦。好美哦，越高越美。我觉得可以，真的可以用走的上来南山塔，超美。好丑。首尔的第一杯珍珠奶茶是。贡茶来喝，但是我觉得奶茶蛮好喝的，我觉得还 OK 啦。哦，是还 OK，、啊、就是那种台湾放比较久的珍珠，對對對，就是跟便利商店差不多。而且我觉得它奶茶蛮好喝的，跟便利商店差不多。但是一杯要100多块呢。现在在等上南山塔的展望台，我们有在那个爱乐游上面订南怡岛的套票，然后我们有4个人，他就送了4张南山塔的展望台的票，所以免费上去，耶！现在人超多的，人超多。Thank you.
们去玩雪浓汤了，现在超冷，现在只有负七度，好冷，要死了。我们要去逛明洞啦！炸鸡，炸鸡来了耶！一二三，炸鸡来了耶！这也太快了！好多哦！房东请我们吃炸鸡，还有这是我们今天去明洞买的草莓，超大颗的，然后一盒超多，7000块。我现在要来吃它蜂蜜口味。喂。好好吃哦！一杯酒，不要，不要喝酒，装什么？超好吃，我觉得蜂蜜，我觉得蜂蜜超赞，蜂蜜好吃，比原味好吃。其实就是要做那哦，幸福，开心，妈妈，幸福，开心，你不要睡着。现在是早上11点了吧？我们明明9点就起来了，然后不知道在干嘛，然后就弄到11点。我们现在要去汝矣岛看看，是汉江公园，一定超冷的。那我们中午要在那里的便利商店买那个 kimbap 跟那个拉面，在那里的草地上吃，期待。可是我觉得会冷死哎，还没吃就先冷死。我们是在汝矣岛旁边有一个是叫什么 ？Mini Stop， 然后它有很多什么拉面、拉面、饭卷什么都有。然后它旁边还有一个那个就是布帐，可以在里面坐，如果很冷的话。啊！你好可爱哦。哎、欸，他走了。你看右边的那只。哎、欸，他好稳，好稳。哎、欸，他整个把头缩进去、欸，哎。这里平常夏天应该很多人在这里野餐，但现在冬天真的太冷了，看。都没有人哎、欸。我们在李钟硕开的咖啡厅，我们以为会很多人哎、欸，结果没什么人。超好看，好看，好看，超好看，很辣，我觉得嘴巴很大，然后还要笑，我觉得很精彩，好看吗？好笑，很好笑，大家去看。而且我觉得他们超厉害，对，超厉害的。然后我们现在来东庙站吃马铃薯排骨汤，24小时的。
绿色的辣椒。哎，这听说不太会辣，感觉很辣。辣吗？辣吗？有点辣。青椒。辣的青椒。哦。我们现在要去逛宏大啦。我们第一天去宏大的时候，保暖措施没有做好，然后很快就回家。我们今天保暖措施都做好了。我们已经适应了，我还穿了三件袜子，适应这里了。耶、yeah, ，逛宏大耶！ Yeah!在宏大看到好多树梯，想买起来明天穿。我买墨绿色。没到了晚上，总是在算今天大家帮大家付了多少钱。小芳村，好期待哦！妈妈来吃早餐。超不够的，我觉得我们还有很多没有逛到。可南角真的超漂亮的，我觉得其他地方比那个主干冬季恋歌拍的地方还要漂亮。旁边有一块，我们先要去法国村。还有那个来自星星的你，来自星星的你有在那边拍摄过，所以那边很多艺人在那边取景。家旁边的 Home Plus 超市，我们本来想说要把在乐天买的东西都在这里买一买，但是好像乐天还是比较多一点，多蛮多的。但是我买了这些，拿不动的，拿不动，好累哦，观光客。现在是今天第几天了？第五天。第五天，
天起得很晚，今天四点多才起来，然后现在要直接去吃陈玉华。今天终于高于零度了，有点热，好感动哦，假的热。然后他的卡刚刚还在地铁站里面不见，然后多付了200多块。现在在绘画站这边，没到。我们要去梨花洞壁画村，然后现在好像是3度吧，很舒服。看起来好好吃哦。啊，韩国的坡道都超斜的，斜到爆。这一张石锅拌饭，我以为刷吉他，看嘞，你打的是什么？我以为你是在比赞，哪是刷吉他？我们现在逛完梨花洞壁画村了。我觉得梨花洞壁画村很可以来耶，虽然我觉得小小的，就比台湾的四四南村还要，比台湾四南村大一点，就差不多。然后里面很多可爱的小店，超级可爱，然后整个村都有种宁静的感觉，我觉得很可以来。还有一只那个叫什么狗？还有一只长得很独特的狗。然后我们现在在。走汉阳都城的某一条梨花，在梨花洞壁画村再走上去，就是汉阳都城的某一个部分的步道。然后我们想说，现在很早，就用走的，沿着这一条走去东大门。敲敲敲，赶快敲！剪刀石头布，我赢我敲，你我赢我敲。啊，我怕敲了，我今天晚上你一面我一面敲嘛。我赢我敲，你赢我一敲。好，我赢我敲，这很痛吗？他敲的很痛，真的假的？我没有脑，有脑一点点，难怪你那么夸张。剪刀石头布，要怎么要？他我就这样，用力哦，要帮我保护，要敲额头，对，额头起来正中墙，对，旁边不行，不都敲这边吗？不都敲这边吗？正中央，是要敲头啊，敲头，头也这边啊，敲额头，用力一点，额头，好，赶快随便敲，敲额头，是，好感，感觉超级大力，敢给我，给我。Hello， 我们10点多就从汉真木回来了，因为跟请房东帮我们订外送，因为我们跑去东大门，本来要去布障马车，但是布障马车那时候太早，6点都没有开，然后我们那时候就想说，请房东叫外卖，然后我们先去汉真木，然后那时候跟房东讲11点到可以吗？他说可以，然后我们就10点多回来。然后现在11点半了，餐都还没来，我们就问房东说几点会来，房东竟然说12点，我们快饿死了。我现在，我这个一天是走，是有两个头痛的在睡觉，好饿，好饿。
12点，我们每天都超晚才吃晚餐的。12点，这根本是宵夜了吧？谁在打呼？是吴一如啦，是吴一如在打呼。耶，我们的晚餐终于到了，是煎饺、糖醋肉。炸酱面，哎，怎么只有一碗炸酱面？先吃第一口，我还是觉得台湾的炸酱面比较好吃。拜拜。我觉得老板娘搞不好会直接赔给你。会吗？我觉得有可能。哎，他就是……哦，好笑。今天是第几天啊？第六天，我们现在要去通仁市场吃早餐。希望有生章鱼，我好想吃生章鱼。每次要转线的时候都要走好长一段路，好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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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还没出去，颈骨高椎要断掉了。我现在好想喝咖啡哦。我们到广藏市场啦，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小哎，超小的。Oh my god! Oh my god! Oh my god! 很神奇的味道。Oh, 会辣吗？我是觉得。Oh my god! 换吴一如。塑胶固体。真假的？神奇的味道。你先吃掉这个，你吃掉。你要配水喝，就是这么 Q。我觉得还好，没有很塑胶啊，就是因为它有酱，它没有酱的时候单吃有点松散。我觉得蛮辣的，有点辣。他吃这个吗？我觉得还好，不会很难吃。哇，这就是皇帝住的宫殿，长安堂。哇哦，哇，里面是酱库，有各种的酱罐，好可爱哦。但是呢，里面还有那个，但是里面还有说明牌，所以好像有些但是没有对焦。到底为什么不展示？失望。结冰的川，这应该本来是川，之前没水。天哪，我们现在在这种环境下生存了6天。Oh my god！ 这宫好漂亮哦，住在池里耶。然后这些水全部都结冰啦，超扯的，漂亮漂亮。
这栋好漂亮哦，白色的加木头色，好漂亮。我们来人四栋的一家冰店，这是焙茶冰淇淋、抹茶千层，还有抹茶刨冰，看起来好好吃哦。天哪，三星洞的 Innisfree 在打超多折，我没放下。Amazing 的打折，还有这个也是。你买了很多吗？我还好，我买的价钱都差不多。买了很多个人的哭哭。乐天，真假的？没有，是我三姐。回台湾的最后一天晚上来乐天，而且还比较大包，明天就要回去了。我们还在还有蜂蜜芥末跟。请问那是什么代购商吗？幸好有来，不然我们明天就死定了。真的，好难过哟。打进去以后，最后的回民宿。哭哭，你房间有够乱的，害怕酒爆掉。平价在动啊？又在动？你有在动吗？你根本没有在动，好不好？他连泄气声都没。有，一口气。有，他在泄气了啦，等下喷出来打破玻璃不要。他们在想带酒上飞机啦，现在这个样子齁。回台湾前要再吃一次鱼板。试吃偶像人气三明治，我觉得蛮好吃的，它其实就是鲔鱼三明治，还有果酱，好好吃哦，甜甜的鲔鱼三明治。